什么水果都可以做，只是有纤维都可以做。先晒一下，给它干了，炒了六成泥，有时候再拿下来做比较好。有芒果的季节，凤梨啊，情人果、火龙果，那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像茶梨啊、茶梅啊。哦，它吃起来很 Q 弹，而且它是扎实的，它非常的入味，也不会太甜。因为这个有经过很多道的处理过，所以现在的蜜饯讲究低糖低盐嘛，还能做到健康。